就剩这么多袋子了。那我们下班。反正机器好像也是齐的，放齐了。嗯，那真的是，我觉得你卡的不错，马上到厂服啊。哦。哦。哎，这就 OK 了。有点漏气。哎，有点漏气。那个，它这个卷料能不能再延时一点？往前走的时候。